西主会工作人员无疑将要发放的各项民生用品分别装入袋仔，方便等下中间收集好点的就随民众前来领取。葵花油有酱油，有面条，还有砂糖，还有盐巴，还有精致的这个白米，大概会有1000多块吧，1500块左右。发放时间一到，就是民众排队领取，每一户拢会当摕到两袋民生用品以及一箱泡面。大家对着西主会好心斗三工，方也当过一个无欠款的中秋节，拢是相当欢喜个感谢。啊，很好，很好，真的很蛮温馨啦，很快乐，很快乐。谢谢，非常感谢那个狮子会哦，来帮助我们这些这样哦，很需要帮助的人啦。谢谢啦。很感恩啦、啊，嘿，人情味足好诶，嘿呀，搁大家拢安尼吼，还爱心足好诶啦。因为去年举办中秋节发放物资，好就西民众活动是得到了真好的回响。因此，今年三民西主会是再度召集玻璃顶上的所有西主会社团扩大举办，而且现场搁安排免费的连个义诊，希望会当好只就西民众提早过一个快乐无负担的中秋节。那么因为成效相当的良好，所以我们今年呢决定扩大受证人数，增加为250人，而且让整个活动呢可以更丰富，所以我们今年增加了义检和免费的按摩，让整个活动更多样更丰富。其实我们都平常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狮子会国际社团平常对于这个社会付出牺牲奉献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大家来跟他们学习的，而且我们希望我们的社会有更多更多的团体跟他们一样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现场一寡就西民众因为行动不方便，或者是有会老大人特别叮当，现场西主会志工也热心斗关，或者就西民众拢感觉足甘心。记者金文山采访报道。